感觉咬绳子可能是不好玩啊。现在的话你看刚才就跟相声打架的时候啊，这儿就是咬太一般了，打完就好。你看还咬不咬，咬不咬，哎不咬了。过来，对，不咬了，咬不咬，你看不咬了，不咬，干嘛干脆这样好大个啊，大个头也行，个头那大。走啊，大家看今天闪电被挨了几巴掌之后的效果啊。走啊，去校门那儿看看啊。闪电这个臭毛病呢，暂时只能搞到这儿，以后有什么情况啊，随时再改。今天视频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